们来看看这个物件呢，这是我的最爱，以前买很便宜的，以前珊瑚珊很便宜，可是我觉得它够漂亮，这是阿卡珊瑚、阿卡、真的这是阿卡、对，这个颜色是阿卡珊瑚，因为我每次应酬带出去好多人夸奖，所以 我觉得我 很喜欢这一套，颜色很漂亮，对、是耳环戴的很快很拉风、很拉风，是是是很大很红哦，很漂亮，是一整组的戒指够大吧？戒指的话，大家看起来应该是十米米左右哈，哎，不错，哎，相当好，这个就可以当做比色石，就中间啊、中间就是默默跟阿卡之间，但是应该已经是靠近阿卡，而且我要恭喜你，您这个珊瑚是真的哇！我常常帮人家鉴定哈。大概有一半是塑料的、那就完了，那就完了，哎，是是，您这是真的啊、真的相当漂亮，光泽各方面、很漂亮，看看您这个坠子，您这个坠子是一朵花，对，感觉起来像玫瑰，玫瑰花、哎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了一点啊、稍微淡了一点，好，好、谢谢，这应该是参加餐会啦，对，宴会、或重要的宴会的时候，一看就是贵气十足啊、这个耳环会不会太大了一点？也不会，不会。这个哈，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呢、带东西就不能带小，要带大，就要带大、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年纪大，人缩小了，对，我们要把东西放大，对，这个狼也丢醉哈，是是是是是。当初买多少钱呢？但是不贵，几万块钱呢，不太记得多少钱了。全部绝对对、因为分开买的。但珊瑚长很多啊，对，长很多。来，我们给您珊瑚哈、来一个评估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见价，请见价，15万元。哇，棒啊！这也增值了很多，真的，其实好开心啊。好，谢谢美心姐带来这么多的宝物，谢谢。谢谢谢谢